生菜不要钱，小明听说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你看好，还有我拿点回家过年。阿姨，你要袋子吗？还有袋子啊？是。小明姐，你人真好啊。扔吧。那我就多拿点啊。来吧。那我都拿着了啊，小美女啊。阿姨不客气了哈。好了，谢谢了，小美女。我走了。等着。生菜不要钱，袋子100元，赶紧拿钱吧。哎呦，又亏账了。